疫情，我觉得还好吧，毕竟现在每天学校要求做核酸、做抗原，有异常立马要通报要干嘛的，我觉得还好，不用太担心。毕竟现在上海开放了，还好。又期待又焦虑，因为一焦虑就是因为等级考嘛，怕大家在。 家里偷偷卷我的，开心嘛，就是可以见到同学了，就可以聊天什么的了。活儿都积压在手里，现在反而就是一下子就是。 没有恢复到工作状态，可能就是感觉事情比较多，没有理出头绪来。对于工作的一个恢复，就是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。